因缘际会下和这片阿里山瑞丰茶区有机茶园而结缘。当初就是想和好朋友们分享茶的美好而认养。生活就像一杯好茶，经过了时间的酿造，约好未来在某一天一起来品尝，内心涌上的是珍贵美好的回忆，以及这耐人寻味的茶香。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写下心愿，封藏着自己对未来许下的心愿。我是嘉盘建筑团队魏嘉明，祝福嘉盘所有的好朋友2024年龙行天下，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。